池中一小部分，然后每一桌都会送这样的法棍，颜值真的太高了。它有一个套餐，配的是咖啡是吧？四百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分量足，价格便宜，摆盘也是很好看的，来尝一下。我第一次遇见这种培根，一戳它就破的。超级赞，我一直以为像这种焦的培根它不会好吃，虽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食材，但是每一个味道都很优秀，烤番茄也是超级好吃的。哇，这个滑蛋入口真的绝了，就丝毫吃不到它有那种不均匀的口感。这个呢就比较具有西班牙风情的一个早午餐，它里面整体是咸咸的味道，菠菜啊，里面有鸡肉，咸咸的，它有搭配这个小番茄粒、牛油果酱、酸奶，这个酸奶是没糖的，小小的薄薄的一片，真的你一口下去，风情万种，形容的就是它。这个饼皮它烤得很不错，薄薄的，边缘这一层呢就特别的脆。这个玉米和这个薯条呢，大家可以点一个套餐，也可以单点，它们的价格分别都是120泰铢。它的薯条是没有削皮的，就很地道的一个薯条味。不过大家来看一下那个玉米有啥不一样，颜值真的是360度无死角，很耐打，怎么看它都是很美的，很有食欲的。颗颗爆汁，用的是水果玉米做的基础，你们都知道烤过的水果玉米就是那种焦香，汁水又甜。这个很优秀，一块小小的纱布，不要看它是一个黄瓜片哦，它是日本进口的黄瓜，脆脆的，这个酱也是超浓郁超好吃。这个是脆皮三文鱼，好好吃啊，这一口下去真的太丰富了，要汁水有汁水，要酥脆有酥脆，要美味有美味，绝了。我们来吃一下这个颜值真的是要爆灯的华夫饼，260铢，淋上枫糖浆，后面还藏了一个冰淇淋球，香草味的，很滑哎。这个奶油不腻，淡淡的，用的是动物奶油，是他们家的镇店吃饱吧，是烤鸡，有一点微微辣的，680。看一下这个料，这烤鸡的皮真的相当的好吃，它不是那种脆的，是软软的，但特别的带味。你们猜这一杯绿色的是什么？是新鲜的蔬果汁，这是啥？应该不是芝麻吧？它是100%的牛油果加芒果调配的果汁，这杯220。发现呢，国外他们就是吸汤汁的一些料，就会配意面、法棍，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挂面、馒头。里面有鱼、有虾、有洋葱圈、有青口。而且在喝这个汤汁的时候，里面还能喝到肉粒。美式呢，就是刚才 Rosta Brunch 他们的招牌里面的套餐，没啥不一样，它就是一杯冰美式。西瓜薄荷汁你们喝过吗？我来帮你们尝一下吧。西瓜香甜，薄荷清新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一家绝对有隐藏菜单，吃货们赶紧来发现，赶紧来搭配吧。他们家的招牌味增拉面，说的是这家店上面的肉很多，好多好浓哦，主要是有我爱的蒜香味，虽然肉薄是薄了点，但这个汤甩了好几条街了，叉烧也算不错的，然后有半颗蛋，它里面的蛋白还是那种水水的嫩嫩的，来点汤过着这个蛋，加了一片肉，这个肉很厚，这里的面一共238。
个沙拉是酸酸的沙拉，然后很泰式的。这是泰式的香辣鸡翅，看上去比我们中国的更有食欲一点，更橙黄一些。它外面其实有撒一层粉，这个粉是属于酸酸咸咸的，还略带一点芝士的那种味道，有点辣。我觉得泰国的肯德基也好，麦当劳也好，它现在的优势并不是说它有多么的好吃，和中国的有多么的不一样，不，它现在的就是便宜，因为它便宜，所以让你会觉得好吃。美食店铺要到下午3-5点的时候才会开门。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一家呢，就是在泰国也是一个网红店。我来说它的名字，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智姐，在鬼门街那边，煎蛋包蟹黄，那可是一绝。我们一共点了3份，这是第一份，他们自己家的橘汁，天呐，里面的果肉是一块一块的，而且汁水很足，酸甜度刚刚好，它的果肉还是脆的，真的是同一个世界，不同的橘子。这个面条呢，入口它是甜甜的，然后咀嚼到后面呢，有麋鹿的香气冲出来，脆脆的豆芽，还有一些小虾仁，还有干虾米，麋鹿，泰式海椒圈，吃辣的朋友可以来一点。这4个料呢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去进行调配的。这个花生碎可以多来一点。这个好像有一点像泰式豆腐，辣椒面跟彩椒圈都有点辣，可以再来一点这个进行调味。生豆芽，大过我的鼻头，它就是一个好香。这一份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，用的是这种大的虎头虾，2颗新鲜完整。当然这家店的重点呢不是这个虾，而是这个蛋包，外面的这一层呢是薄薄的蛋皮，裹裹它，哇，这个蛋皮真的好薄。然后它里面的炒粉呢也是跟刚才是一样的。哎呦，这个大虾开了背的，这边吃饭其实不光是吃的是美食，进店就可以看到这家店有很多细节的地方。进来的走廊里有一个展柜，上面就展示了他们家从最开始到现在一些用具的一个演变。我吃的这一份呢，应该也是他们家最贵的一个单品，500泰铢。这个虾的质量真的很好，味道也很不错。即使想用，当天喝完，才30泰铢啊，也就6块钱一杯100%新鲜榨的橘汁。这个呢，炒的就是细粉丝，上面一共铺了木瓜丝、鱿鱼丝、蟹肉碎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泰。这里的木瓜丝起到的作用跟泰式木瓜沙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个是很酸，但很脆口，让这个粉丝吃起来更加的丰富，没那么简单。这家店晚上是4点钟开始营业，我们3:50到的，我们是第一桌，5分钟之内，我这边的厅全部坐满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？跟我走吧。